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妈妈一直没有跟你说。你该是女的。你可以为她加油吗？哦，加油。然后行啦，快点回家。嗯。宝贝，你有没有话要跟哥哥讲？没有。没有？他不是我哥哥哎。他是你哥哥。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妈妈一直没有跟你说。你该是女的。不是他一直住在我们家啊！你快点，赶快跟哥哥说一些鼓励的话，希望他赶快回来。我也不知道。就说哥哥家有什么，赶快回家，妹妹想你。我不想他。你不想他？那你可以为他加油吗？哦，加油。然后行啦，快点回家。嗯。嗯？怎么？怎么了？他不迎回家、啊。他，我们在等他、啊。然后说：“哥哥，快点回来。”但我不知道他是谁。他是你哥 ，OK？ 他是你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